新玩具之虎，大家好，我是柯金希，很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终于等到新赛季更新，赶紧看了看我的仓库，嘿嘿嘿，没有删档，我的大金还都在。听说出了新的军需纸虎，这东西我太熟悉了，初中时候兜里一直装着它，主要是用来开东西比较方便。话不多说，这次我要一发入魂纸虎，来吧。我保险箱还有900天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第二发肯定是纸虎。兄弟，你这个动作有点挑逗啊，第三发必须是纸虎。那个对话框挺好看，但是有点过了啊，难道是因为我没有买手册？我先补个典藏手册。第四发出来吧，我的小宝贝儿，黑金国际 M110 手册的威力是够劲啊。第五发出纸虎也不丢人。你等会儿，我再续个会员。来吧，第六发出纸虎。你是不是忽悠我？这最后一发了还用拼吗？直接超能力拿下，恭喜我自己拿下所有军需物资。哎，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些都是有用的东西。你就是第一发给我纸虎，我也得全部拿下。看来纸虎很懂我，他必须让自己压轴出场。